秋天来了，最近把夏天的黄瓜、藤、西红柿拔掉，种上冬天的蔬菜。跟着我一起去后院干活吧，看看在美国乡下我是怎么干农活的。现在马上季节到了，冬天了，我把这些黄瓜也不行了，黄瓜藤都不行了，都死掉了，这些小黄瓜都不行了。这铁的没有塑料的好，铁的没有猪肝和塑料的好。这种塑料的它，比如太阳一晒过之后，它不会那么烫。所以这种如果有机会多买一点土，多压根的话，还是能够营养更跟得上，不然的话它的这个根啊扎得很浅啊，像这个都有扎得很浅，非常养分再跟不上就很难解毒。所以这个还能再行。清理干净了，下面好多这香菜的种子呢，香菜的种子可以都落在地上了，这香菜的种子好多。这是我四月份撒的这个香菜，撒的香菜，然后现在呢它结种子了，结种子我会把这个种子采下来之后呢再继续撒在地里面。这个是又说晒干了，撒在地里面，然后冬天还可以再吃。起烟八博，好像我妈妈说，七月的烟香菜，八月份在种菠菜，现在已经晚了。现在种菠菜和香菜有点晚，不过还是如果种上去搭上棚的话，还是可以吃到的。但是这个种子也可以留下来。现在下雨了，现在就雨。现在晒干的这个撒在地上，它就可以出香菜了。这是萝卜，可以长萝卜了。这是红薯，可以长其他的。然后把香菜种子撒上去，看地上已经落的有种子了，它自己都发芽在地上。还有这一堆，就放在这边上吧。好，萝卜把这草拔一拔，可以长萝卜了。大草拔一拔。
现在长得我肯定长得都不好，如果有这个下面有黄瓜挡着，这一溜看着现在看起来清爽多了，这个清出来一大堆的这个树枝明年还可以接着用，这小小棍啊明年还可以搭架，清理了出来一堆的种子，香菜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撒到地里。剩余的这些东西。